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是少女的旅途剧情关卡无魂的逃亡。那这关终于可以不用之前那两关这样自动了。因为要手动带领两位少女去左上方而不绿色格子，即是个逃亡点。女神化身或者艾米莉亚其中一个人到达就 OK 的了，但是仍然都是完全没有难度的一关来的。那我们明天的剧情关卡再会，拜拜。